全新的侏罗纪恐龙 3.0 将会在高雄的博尔艺术特区强势回归展出了。那活动记者会当中特别也展示出的是全新的设施，还有搭载的声光效果的逼真恐龙，也增加了设计体验，让静态的看展也能够非常刺激，宛如身临其境。主办单位就说，这次的展览呢是以病菌威胁恐龙为主轴，也呼应到了今年全球受到疫情所苦，邀请大朋友小朋友前来担任恐龙保育员，一起来消灭病菌，拯救恐龙，也象征2021会更好。